是我真正的水平啊，这不是我的水平、啊，你们误会我了。传说中的长安城管登场。这个臭平板电脑，真的是平板电脑太差了，我真的是糟了，我眼睛都红了。不是，能不能给我换个手机？我不想用平板玩了，我完全把我的技术给耽误了。我能不能把它摔坏了，然后给我换一个？说了没？跟公司说了没？我要换手机，换手机，不要平板。这我也很对不起，就是各位直播间要愿意来扫码给我就是玩的人，你知道吗？我明明技术真的还可以，我是自己能够上，我是自己玩王荣耀王者51颗星都赢的人，你说我技术怎么会差？结果这个臭平板还耽误我的技术，你知道吗？我先把豆豆给大家结算一下，哦，豆豆积分，我把预言给大家结算一下，这局比赛会赢吗？不会，但是我马上再开启，我再开启一把，预言啊。你们信我的吧，左边压满，我待会儿再调一下这个，我看一下是怎么回事，为什么我往这边，你们看到没嘛？我手这要是这样移，结果它一下子又弹回去了，然后它在这儿还又弹回去了，你们会不会设置这个？行，好，我设置个一分钟的这局比赛会赢吗？信我的这一局左边拉满，我马上让工作人员设置一下啊，但是你们先扫码，好，可以猜预言了啊。你们现在马上开始扫码，然后扫完之后，我要在系统里面把这些设置全部设好，因为如果设置没设好，这很影响我的操作。作为一个职业玩家，他对这些是按键呐、啊，就是那种手指要在哪个位置按哪个键，他是非常的讲究的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对于我来说，我必须要把这些设置好。每次我都太轻易玩了，导致没操作好。但这下一局绝对不会了，来，二维码。大家微信扫一扫，登录游戏授权给我，现在开扫。充电器拔了就行？不行，我这不是充电器，我这个不是，我这个是就是这个叫什么，我现在不是直播吗？你们看到的直播画面就是我这个投给你们的投屏的，知道不？职业玩家，职业玩家，职业送人头玩家，来了没？扫了没？好的，我们来看一看这位小伙伴的段位是什么呢？使用推荐设置，下一次我直接用手机玩啊！我要让你们真的见识到我的技术，真的是你们太小看我了，天天骂我。这个叫前男友，哎，他叫前男友哎，你看这个前男像不像铁男？哎，感觉这个小伙伴跟我非常有缘分，他还扫中了我的账号。来，先设置一下，赶快设置一下，接下来就给大家真正的带来一场。为了带来更好的战斗体验，你在干嘛？精准普攻。普攻那是精准普攻，应该是布局那里吧？布局。马上我设置好了之后啊，这局比赛绝对精彩绝伦，真的是绝对精彩绝伦。头发刚刚都给我甩头发甩哭甩掉了，我的发型都乱了。我玩个游戏，我都会把我自己玩的衣冠不整，发型超乱，这是为什么？玩个游戏太吓人了吧？好了呗。好了没？不是，应该是在布局那里。布局那里，你这是操作。就是我就只要它固定，只要那个圈圈固定在下面，你们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那个上下左右那个移动走位的那个键，让它固定在这个中间。因为我每次往左边一走，往右边走，然后我就手啊慢慢的滑到中间去了，结果它那个就弹回去了。你知道这是为啥吗？全固定，他们说的全固定。在哪里弄？你们帮我弄一下，轮盘，你固定估计设置固定摇杆了，不要设置固定摇杆，你们帮我设置一下呀，我不会设置啊，我只会玩技术，我怎么会设置这些东西呢？我又不是那个叫什么程序员，是不？这些东西就交给专业的人，交给专业的人来做，游戏交给我来赢啊、好，我们现在已经设置好了，我来看一下。它的段位是什么？我们先把声音关掉，这个音乐太吵了。音乐先关掉。我猜它是荣耀王者。biu、哦、东湖区50强。东湖区怎么这么熟啊？东湖是哪里啊？
怎么感觉像是四川呢？像成都嘞，成都好像有东湖哎，是吗？还是哪里有东湖？我记得，我看一下。哦，又是个新娘，好害怕。想玩，我得把这个弄一下。想玩，我想玩妲己，还有，把这些取消一下。